健身拿来长肌肉，要吃那个。对啊。那是因为他有健身啊，那我没有建议真吃那个，正好是会长肌肉的，不是功效而已。就跟你早餐为什么要吃早餐一样的问题。你也可以吃。那你就会没有智商。你就会把你脑袋消化掉了。你在你脑袋被消化掉。